今天早上起来又去拍了一些照片，这照片有点像之前晚上找来的那个样子了。上一次晚上找的照片就是这个 Last View 的，之前以为是大燕山出来的东边的那个 Last View 的城市，现在才知道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。早上又出去逛了一遍以后，今天准备要离开 Las Vegas 了，在这里足足有晚三天的时间了。下一站准备去猫王的故乡 Memphis。在路上跑一阵子，肚子有点饿了，停下来做点饭吃。这地方是一个州立公园。吃饱了饭又困了，就在那边睡。刚刚打算睡一下，公园的管理员开车过来，说不可以在这里睡觉，他怕我在这里过夜。我说开车困了，停下来休息一个小时就走了。睡醒了，然后到另外一边公园的游客接待中心去看一下，这公园没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，里面有些沼泽地啊什么的，看看没什么，天也比较晚了，赶紧走吧。到前面的 Jackson 站有一个沃尔玛，准备在那里过夜。